大家好，咱们剔骨头啊，先把上面这个油去掉。这就是大油啊，大油。对，没有扒好，里脊。前腿后腿下来了，这是个软扇，比较好分开啊。这脊椎骨少，有这个带前蹄的。咱们这很少有带工蹄的，是吧？是。来，不差劲，看这个，后头后蹄儿，OK。谢谢大家啊，谢谢大家，好嘞。